苏巴去学校了，去问问几点放学。马上就要放学了，准备放学啦。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一年级的小朋友，轮到二年级了，终于到高年级了，开始瞪大双眼寻找，换个地方看得更清楚。同时看到那个小朋友冲冲冲，等等我呀，终于跟上了，开始介绍。被拒绝了。作为新探的子杰当然不能轻易放弃，决定再次上前和小朋友好好聊聊交流中。就是今年多大了呀？12岁。什么星座？决定填写资料了。本新探从不轻易放弃，下期见了。